知道大家有几耐冇睇过演唱会呢？有冇好挂住睇 show 尖叫狂呼嘅日子呢？幻想一下，呢度就系红馆，而我哋俾一班热情嘅观众包围住，仲有靓声女歌手添啊！而表演嘉宾就系我哋一班仔仔女女。咁要做乜嘢啊？林尔文730演唱会 ，show time！失重两肩，感慨万千，太累没法可入眠。未能让眉头积雪落到我手心里，无望花又再。心不见底，不必怕缘浅，会承受你的改变。我从未要你解释，没有命分的吻，无望花痴不需。随年转口，换你会赠一吻，到四季于一天。多谢730大乐队。哇！开心啊！可以听到叶文唱歌。你系咪冇睇过我 live 啊？有啊，系咪噶？但系亲咁近咧，嗰个感动同埋真系，同埋我真系好想有啲多谢嘅说话想同你讲。一嚟就咁感性，俾个音乐影响咗个气氛。但系因为我可能真系咁啱大家夹着大家咯，即系我觉得音乐系有音乐嘅人系唔应该咁失意嘅，所以你亦都有音乐，所以就我哋大家可以一起玩咯。但其實葉文老師在過程中不停地開解我，同埋俾到好多嘅信心同力量我，係我即係想多謝你。哎，冇客氣，冇客氣，冇喊，屈佢啊，冇事。Kim Man 咧，我就其實識咗好耐啦。係啊，點解你會入到 KP 度做嘅？我想問。佢揀我入去嘅嘛。我爭嘅，我爭輸咗。應該係唔係？我係都係復活區去揀翻入去嘅。哦，系啦，咁所以我就入咗 KP 嗰组啦。哦，我拗佢唔赢啊，因为系嘛，系啊，我都唔知道你发生咩事。海选到入嘅时候，我系想入移民嗰组嘅，都系系啦。你冇俾 KP 知啊？唔系啊，佢诶系咩？我应该都有讲过系嘛？有冇咧？衰啊！唔系啊，但系入咗去嗰组都佢教我好多嘢。诶，当然啦。咁但系
我都在你当中，即系我比赛的时候，你都俾我很多嘅信心嘅。即系佢哋去用叫我尝试唔同的方法去唱歌啦，或者唱唔同种类嘅歌啦，你都是叫我坚持我自己做的嘢嘅。咁嗰一刻你是俾到我系会想更加坚持自己一直以嚟坚持的嘢咯。多謝你，多謝你啊！你都要有堅定嘅，係我成日都覺得你，如果你對大家覺得嗰樣嘢好好嘅，係因為你本身入邊都有嘅、嗯。我係一路都好恨同你哋唱歌，不過我喺我哋做緊節目嘅時候冇機會啦，好似冇夫妻啊。咁啊，而家有機會啦，有耐心，咁啊唱啦，好啊嚟啊！瘋瘋癲癲一晚講多少都可以，天天天天相見，一世未過年，細噼哩啪啦。诉心事，呜、哦，长期为我把持。从没有所谓，能放心被你睇穿，气势很大，胆太小。耶、yeah ，从没法隐瞒，明我的大小，一切姊妹兄弟。通通上照，你有几多女朋友？我等敲穿你门口，为你分析所有爱恋，人生混乱都接受。你看穿所有状况，不必担心你面口，为你分担所有零食，提及你就出手。疯疯癫癫一晚，讲多少都可以，天天天天相见，一世未过断。细哔哩吧啦。做心事，呜、哦、呜、哦，长期为你搞事。少友谊一对，多一个最难找到。安定你生活，找到你的前途。为你搞事，开开心心一晚，饮多少都可以。失恋失的失意，望到你就冇事。能超出相亲相爱 ，You're my family、哦。长期为我把持。除了有我哋咧，仲有阿雲啊，雲姨，你嚟到雲姨，哎呀，真係歡迎你，好犀利啊！交個台俾你哋咯，冇咩事，我哋翻出去先，出去先，出去先，拜拜。好啦，雲姨請坐下。好。點啊？你呢排？我好好啊。OK， 見到你都好。喂，但係事實上，我想問下你有冇邊一啲 moment 咧？你係覺得唉，跟住你真係冇運行啊，或者入你嗰組？係啊，唉，今次真係大鑊，今次咁樣。因为我你冇褒奖我哦、oh, 啊，我觉得入移民组系好好嘅，因为其实好夹噶嘛。不事实上我觉得喺呢、這个喺呢、這个组都系一个缘分嚟嘅。咁同埋我觉得阿云咧有一样嘢咧，大家表面上睇佢系好坚强嘅，佢私底下嘅好敏感嘅。其实我最记得就系、是、你系真系会无端匿埋崩溃喊，不过你唔俾人知道。点解你知嘅？我知噶嘛，有人冇讲翻我听，我真系冇人知道。唔系，但系我都好震撼，系你都系睇落好坚强，但系其实你都有软弱嘅时候。系咪我有崩溃喊咩？我都知噶嘛。几时啊？边个出卖我？唔系睇得出嘅，睇得出嘅，即系会觉得啊。嗯，你会微笑咯，但系嗰种微笑系心酸嘅。唉，好啦，俾你知道咗，跟住我觉得嗰啲时光系好开心嘅，所以亦都系第一次我可以同云姨合唱啦，所以嚟紧我哋会送一首我嘅歌俾你，多谢你，我相信你会唱得好好嘅。多谢你。爱情是一种法国甜品。爱是那么高级的一种概念，爱是幼小跟爸妈放学经过的食店，
爱是满谷法国做甜点，爱疏心软，奢侈到无法独占。爱是人春魔鬼的一种思念，爱是带点辛酸的侦察，其后的美点，爱是那种最诱惑纪念，入口即化，不可以重播盛宴。可爱的尝过，还会黑，不要摆全个心下去，记得。想包走这花当眼乱，这夜吃到的糕饼再好，谁话可以添？快乐借的忧愁尽情点，糖霜飞散，怎跟永恒去大战？第一次举办的乐坛颁奖礼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2021，各个奖项已经开始接受投票。由3月14日至3月28日，大家可以对超级年度唱作歌手、超级年度新人、超级年度组合、超级年度女歌手、超级年度男歌手这五个奖项进行投票。最高票数的歌手单位就会在4月18日的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2021大会当晚获颁奖项。大家快啲把握机会去以下网站投票，以行动去支持你鍾意嘅歌手啦。人人乐坛音乐第一。咁但係呢，今日我哋都好好彩啦，就算睇唔到未睇到演唱会呢，都可以喺度聽到呢個 mini concert。多謝你哋真啦，演上嚟一齊唱歌。係啦，咁今次第一次聖言台，咁有冇啲咩期待嘅事情咧？你自己本身？首先我期待我自己唔好有行差立錯啦。因為聖言台有好多機關噶嘛，即係我都唔算話好多機關嘅，升降台少少都緊有嘅，因為為咗高少少嘅觀眾都要升降啦。但我希望我記得走位咯，同埋我期望我唔好跌親咯，好驚。雲姨會唔會你？如果你喺四面台，你仲覺得可唔可以隨便執生？不停轉圈咯，可能即係自轉。其實我去過噶，我去過紅館喺四面台，但係嗰陣時係做和音喺台上面企喺度同子娟一齊。哦，係畫成個作品展啊。哦，你兩個 course 啊？我哋應該十零歲啫。係啊係啊。咁巴閉嘅，係啊。雲姨經驗豐富，梗係啦。幾歲識嘅？識嘅。但我自己在個想像裏面，我希望係咯，唔好錯咯啲位置。喂，我反而想調翻轉問你哋啊！嗱，喺我呢代啊，文姨咧出道嘅時候咧，咁大家就喺度諗啊，哇！紅館真係一個夢嚟嘅，但係到而家紅館仲係唔係夢想咧？都係㗎，
即係睇演唱會睇得多，跟住曾經一次搭過上去就會想再去咁樣。但你唔覺得嗰度好暈嘅咩？好暈啊！係啊，我記得我第一次去紅館嘅時候，我覺得哇好暈啊！哇，即係又好高，哎我又望唔到，即係總之哎啲雲密，係咪風水問題咋？可能係。冇啊，我諗過。我覺得好玩嘅係升降台咯，因為升上嗰下跟住。我最深刻好好玩，我覺得我明白啊！喺個星光台深刻有一次嗰、那個喺我哋星光天係做過劉德華演唱會嘅嘉賓，咁、然之後咧喺嗰個演唱會嗰度咧，華哥咧就有一個嗰啲彈起嘅，即係下面跳都係彈起，咁、跳舞嗰啲人恨玩啦，係咪？咁、佢就聊啊、你試一下，咁佢仲親身示範咗一次，跟住我望住，哇咁樣踎低，然之後個星光台彈起，我仲要跳起，我嚟咬牆點算啊？咁説時遲那時快，當我腦喺度運轉緊呢個考慮嘅時候。華哥已經不需要我再在升降台打了，所以我就只是乖乖地在後台走出來了。所以你們想像，例如我經歷過的或者我想像過的這些東西，想在紅館怎麼玩，然後來到我真的有機會了，我就會將一些屬於我的呈現在那裡。我自己反而沒有那麼大渴望的，我覺得大有大做，細有細做咯。但是你說會不會說取消現場表演，全部 online 形式，即是 Zoom 這樣開演唱會，我覺得就不可以的，我覺得爭咁啲嘅，緊要嘅，梗係啦。表演你同個觀眾嗰個互動啦，同埋嗰個氣氛嗰個 energy 要 feel 曬成個場係好重要。咁你如果變咗網上咧，陣又匿機啊，又咩，即係睇完好 frustrating 嘅，即係睇睇下無啦啦匿咗。係，揾依都真係好實際嘅，即係最緊要成件事。總之要科技搞掂先揾你，即係可能2046咁樣你嘅。係咯係咯，就有科啲效果啊，可以聞到啲煙味啊，嗰陣時就可以咯，我覺得。我有聽講過咧，就係你係咪會波鞋應戰啊？係啊，全波鞋。波鞋。OK， 由頭到尾戴到落。係，淨係啲 band 著高踭鞋。係咪好？係咪好唔想做？你一開始已經好堅定啊！呢個信念，定係十五十六過嘅。我廿年前已經咁諗啦。我冇重要喎。係啦，即係你問我，如果入行咁多年，冇想象過自己紅館開賽係假嘅，即係只不過你入行耐咗之後，你知道有一啲嘢現實唔係你控制噶嘛，即係你有時候會即係有 support 嘅話，咁樣去幫你。咁但係即係天時地利人和之下，你有機會。咁我梗係整咗個著波鞋啦，係啊，同埋我率先咧喺訪問過講咗咧，冇人可以 challenge 我，因為我講咗啦嘛，冇人可以逼我。個主意就改變，係先斬後奏。不過其實冇人控制嘅。咁而家講到呢度先，我哋有請葉文同我哋表演 Wannabe。有时会大意，却有阵会做些小冷言。你请跟我有事有大变，每个月有阵也做些小试验。如此度过生活，喜欢我大过生活，最好自己更加宠爱自己。若心动时，立即开始。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，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。
揿埋个铃铃，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。